现在是肺腺癌末期了，我不是最惨的，还有人比我更可怜，这就是我要说的事实。根据问卷显示，当时员工有向中安反映，工作环境中充满臭气，饮水机有怪味等等，能不能向法官说明当时的情形？张女士，陈述一下你记忆中的工作环境。我们当初都是怀抱梦想进工厂，以身为中安石化的员工为荣。我记得那时候中安石化挑员工非常严格，要肯吃苦，还要高中毕业，薪水福利什么都好。直到后来生下了死胎季行儿，我今天会站在这里，是因为我不甘愿，我不甘愿我们被骗得这么苦这么痛，他们却好像不关他们的事一样。庭上，当事人不正面的回答事实，却以煽情的方式想要误导事实。事实。15年前，胃癌，9年前，大肠癌。现在是肺腺癌末期了，我不是最惨的，还有人比我更可怜，这就是我要说的事实。立TV线上影视。